第五个呢，枯木生花，代表晚发，好，发得很晚。禄在贤书，禄含到书，代表禄与命道。这个命呢是命令，人事命令，升官的命令，不是你命到了哈。好、哦，升官的命令，一堆金宝。这个金宝呢，好、哦，财路丰收的象，财路很多。如果你是补到生意，生意会赚钱，但是有人背，恐怕会有凶事会发生。哦，那这个占其二，金宝在地上就有焚金之象，烧金子的象。占其二是大凶，主上福。上福，二人呢去一，两个人去一个，好，夫妻要死一个。人立在水边，立在这边，水在这边，气呼气的，好，左上角三点在石头上面，三点在石头是心，好，艰辛的，好，人心在石头上不动，好，心在石头上不动。如果你把整个卦读起来，比如说一个人补事业如何，补哈虚的时候补到火地金，事业会进步，但是恐怕会有丧福，恐怕会家里面会出人命，夫妻之间会死一个人，注意哦。然后你讲完以后，你一看到旁边三点在上面那个图上十三点，就是你补完了他心不动，他不会进步，了解为什么读出来了，补到这个卦，他觉得是好，跟你讲这个凶，他不会接受。这很好玩，人在大限到的时候啊，他就不会听，啊、哦，不会听是你死了，不是我死了，啊、哦，那没办法，啊、哦，所以我说我们那个邓某某人旁边一定有个高人在旁边，高人不难啊，高人很多，高人真的很多，影视的、现世的高人一定有的，但是问题是，他怎么能让他那么信任他？这不简单哈。哦，阳宅，阳宅呢，火地金，二女居母位，啊、哦，成格，你的名字叫二女儿，让她不去住，好好住，爸爸妈妈的位置去住。第一个，姓楼啊，哦，姓楼如慈母之人啊。如慈母之人，所以如果你结了婚有了孩子，你看看你妹妹还没结婚啊，哦，那你孩子找保姆找不到对吧？你就把妹妹，哎，你妹妹去睡那个房间，好，西南角一睡，她就是保姆了。然后帮你养孩子那个人，他叫做养的不是他的孩子，叫米宁子，是吧？就是养了别人的孩子，鼻头我就一条线就出现了，很明显。好，那婚晚，哦，是四十岁以后，四十岁以后结婚。第三个，哦，一样，偏房或二房，然后呢，这个人住在火地金上呢，财路非常节省。哦，非常省钱啊，啊、哦！如果是住在火地金上面的人呢，一个例外，对象为鸡，大吉，啊、哦！除此之外都不好，不管他是做。怎么样？什么时候？就是四十岁以后结婚，那对象是鸡都非常好，啊、哦。火地静和迷疑卦呢？把静卦反过来到迷疑卦，这两个好像表里一样。火地反过来呢？叫地火，火在地下面，刚刚是火在地上面，所以是诸侯之象，因为它的照亮只照一个地方，
现在火跑到地下面去了，叫民以往。因为物竞呢，我们都会升晋升升迁，或者人会长大，物竞不一样。好，必伤，一定会受到伤害。有伤。好，所以我们常常不是说一步都很顺遂。好，所以物进了以后一定会有伤到。哦，就好像我们汽车开了引擎里面摸摸，自然会到日久会磨损，对不对？一定会磨损，这个有伤，这是自然的道理。所以民一卦是什么样？火地金的续卦。好，上面是地，离中虚，哦，地火民。那刚刚呢是日出地上，所以是这个进而盛的现象。现在是日出地下，太阳跑到地下去了，哦。光亮跑到地底下，这个卦呢是昏暗之卦，好，昏暗之卦，昏暗之卦呢，这个卦讲的是暗君在上，哦，这个明者见伤啊，上面的君王很。表里不一致，暗地以来搞阴的，哦，明者呢，见伤的时候，这个地火明义讲的就是这个，哦，玩阴的，玩完阴的以后，每天拿着圣经去忏悔，啊，我信这个，我是圣基督教的，我是圣经的门徒，我怎么会说谎话？最坏了哈。现在呢，他进入人间道以后呢，这个地在火下面，民被遮掉了嘛。哦，进入人间道以后，那君子呢，用民夷之道。什么叫做君子？他如何用民夷之道？当遇到这个时机遇到这个时候，卦是地是顺，火是内明。对不对？君子啊，看着哇，民夷是伤，我讲过，事情也在这里，是解在卦上面。君子呢，用民夷之道，知道这个时机是民夷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他外顺，好，一避祸灾啊，好，内明呢，以求自治。因为知道现在小人啊当权啊各方面都是小人，外顺来避祸，内明心知肚明呢，内明呢，但是我们和，所以中庸说了一句话，和而不留，哦，和而不留，小人是反的，留而不和，那和而不留呢，内明求自治，我不宣你做了什么，这样的完美之顺，没有办法，这是君子之道，遇到明的时候怎么处理。好，那伤呢？这个伤有个标准，《易经》呢讲了，君子用鬼，好，而明啊，这是毁明。哇，这个毁明呢，这个很有意思。怎么老师居然是？又是明的，怎么又是毁的？好，这就是明察天下的事情有个标准，你不要太明了，把什么这就好像办案子一样，你不要把什么都出来，总是法内要有情要有人，有人可以装睁眼闭眼算了，无足轻重，不要去追，是构成犯罪，不足轻算了，就好像唯罪不举了，算了，你把他什么都给他查出来，什么都去搞，也不好。好，所以君子呢用毁而明，就是不及其啊。明察做的事情到了警告达到了处罚的够了就可以了，达到处罚的目的就可以了，好，才能够融入啊，合众，好，和众人才会来。如果呢你自认，如果这不是小人，这不算小人，易经没有说这是小人，这也是君子。如果自认啊这个刚明啊，太刚的明，好，这个无所不查，什么都查了，
有的时候还是要有些得过的且过的地方没有关系，你会造成愤怒不已，会造成这个易经说的失众之道。好，失众之道，因为一个人绝对没有办法明察天上的事情。好了，旁边 ABC 三步住在这里面， A 也有做， B 也有做， C 也有做，你结果你把 A 查得很清楚， C 也查得清楚， B 给他放掉，人家就会怀疑到你，了解我意思吗？反而很多灾祸因为你明太过而影响的。那你处罚处到一个阶段的话，他们 AB 就说，哎 ，AC 就会说，啊 ，C 比较矫情一点而已，就会变成这样。当然是看看罪到什么程度，所以用悔而明。这个明呢，真正的真明啊，真正的明啊，就是用悔，不是全明。这个水啊，太清澈了就没有鱼在里面了，是不是？人呢太清，自清则无土了，水自清则无鱼啊。啊，这自然的道理都是一样的。占卜，啊。所以君子有毁名之戒。占卜的时候，注意看，第一个妇人在井中，代表女人招灾，好，或者是井嘛，井是不是在这里？颈部啊，脖子啊，颈啊，好，或者是家内有灾，好。第二个，老虎站在外面看他。就是外人在虎视眈眈在旁边看，好，钱缺，那个钱你变两败有没有？财伤，好，伤到钱财。第四个人逐鹿，一个人在那边赶鹿，好，有财失的象，好，财失的象。还有呢，这个针呢，针香未露，好，这个针是为了财路。还有呢，如果补到。你这陈胜吴广一补到，代表逐鹿中原，好，想揭竿而起，啊，逐鹿中原。猴在人和鹿的中间有没有？你看那个鹿，猴子那个猴墩是不是刚好在人和鹿的中间？那个鹿子在那围着那个猴在跑，有没有？人在后面赶，好，就代表说猴在作梗，猴性的人呢在作梗，在挡在中间不让你成啊。还有一个猴子上面有一个这个 T， 有个这个 L 型的齿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这个齿代表工匠，因为这个齿只有工匠所独有。匠呢，匠也代表的是五官，好，匠，五官的人。还有呢，你看那个鹿是不是回头？啊，鹿回头，回鹿之灾。知不知道什么叫回鹿之灾？对，火灾，好，所以如果你卜到卦，小心点哦，有火灾，还有火灾哈、哦。人手上有个木条，有没有？是不是人手上有木条？如果你卜官，你现在我这个官，我继续当下去好不好？人上面拿了个木条，修啊修官了，可以停下来，不要干了，好，修的意思。阳宅部分呢？会造成民疑，很多民疑卦，啊、哦，很多民疑卦，这位呢，常常在临床上可以看到，有民疑卦，不知道啊，结果阳宅上面一看，母居什么，二女位，你的名字叫妻子叫妈妈，结果西北角不去住，结果住到二女儿的位置，住到南边。住了南边以后，夫妻住南的话，先生是天火同人，太太是什么？地火明夷啊，明夷卦，啊、哦。所以有的时候，你看夫妻两个，先生身体很好，太太身体很差，有没有？或者是先生身体很差，太太身体很好，这都乱睡了，怎么的？哦。性刚，住了明夷卦的太太呢，性刚烈的，啊、哦，如火，还性暴烈如火。如果你家刚好是你太太住在地火明夷，你家隔壁邻居的太太住在地水师，哇！你家出门两个人干起来，老公都在拉两个老婆，是不是两个人这样子哈？那很凶了。好，第二个呢，必有隐疾啊，暗灾嘛，隐疾啊，很难言啊。好，隐疾难言啊，不好讲的，好必。
像很多人破财啊，不是，好像破这个是身体上的妇科的病啊，或者怎样，不好意思讲。好，还有呢，主持说太太会破财，哦，诸事不顺，哦，诸事不顺。第四个个性上面来说呢，哦，易受小人言，接受我们为什么常常要你去分？听人家的，要如何分辨出真话谣言啊？谣言止于智者，为什么？受到小人言呢？易受小人言，自害，懂不懂？那别人那边三姑六婆讲了半天，说，哎，陈太太，你知不知道那天我在菜场看到你老公跟哪个在一起？想着我老公在菜场干什么嘛？对不对？就是谣言都这样制造出来，为什么？他看你夫妻可能太好了，他就妒忌，不要去乱听。好，那你如果在地火明夷卦，假的也跟你说成真的。哦，你还在那边听人真的，还得老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先生一回来先修理一顿，好，这个是很倒霉的，哦，哎，一段时间以后，你先生眼尾都挂下来了，对啊，好，第五个呢，在明医卦上面呢，见血光避凶，开刀的话都是凶的，癌症开刀都扩散，开刀都开不好，哦，不是说他本身开刀不好，而是开完刀以后他状况不好了。哦，开刀都不好，懂不懂我意思？好，那这个卦常常有一个现象，夫呢必救妻啊，力不足啊，能力做不到。好，先生把路赶走，我不要钱，我换太太，太太陷在井里面，陷在井里面是自陷进去的。哦，自陷进去，救都来不及救，因为地火明夷卦的时候非常的不好。所以如果哪一天你发现到奇怪，我先生打鼾打得那么凶，啊，跟他住西北角我不爽啊，他每天晚上吵死了，对不对？先生不住西北又不能天地乾为天，那太太住那边地天台。好了，那你先生你去住南边好了，先生跑到南边去住，天火同了，太太还是在住在地天台的位置，这都好，位置可以随时调整的，懂不懂？哦，那有的人是因为打鼾呢，结果住到西南角去了。被劈了，被劈子出来了，对不对？那不知道啊，跑错位置去住了。哦，可能他的外面的形上的原因只是打鼾。哦，明夷卦后面呢，再来个巽卦。我们刚刚讲的名夷的夷啊，夷者伤也嘛，伤于外。哦，一个人呢、啊，你的小孩子在外面啊，跟他打架打伤的，第一个就逃回家找妈妈。所以伤于外啊，必反于家。所以既名夷卦之后呢，叫做烽火家人卦。好、哦。家人卦呢，专门讲治家之道，讲父子夫妻之道啊，好，这个长幼有序之道，通通在家人卦里面在谈到。我们这里没有办法一一的讲，我们提重点出来讲。过去我们老祖宗的观念，一个人的治家就等于治国，哦，方法是一样的，啊，形不一样，神是一样的。注意看，这个火啊，上面有风。过去我们古人的观点，火生啊，风起，烧了火以后起来，风就开始起来了，也的确是这样。然后原子弹一大，哇，造成那个飓风，有没有？好，所以风至火出啊，好，这个风从火出来，所以说由，哦，内至外，哦，这是由内而至外，从里面发到外面来，发到外面出来的一种现象，一种状况。由内至外，哦，从内到外面来，所以治家之道也是一样，你治家里面跟治国一样，好，一样的是之内的，好，人间呢，
第一个，他就讲，圣人啊，坐在没事干，就看那个这个风啊，风自火出啊，从风看出来，又看这个笑，看这个他那个以前老祖宗没事啊，坐在那边生一堆火，晚上里面对不对？可以防蚊子啊，他就看，这个火一开始，风一开始吹了，看到自然界的象，他就已经读到，知道，是的，有事情必由内出，任何的事情一定发自内，所以我想最坚强的堡垒是从内部被破坏起的，好，势必由内出，知道因为势必由内出，包括内包括自己啊，所以圣人看到这个洞，就看到自然界这一个象。他就体会到什么？所言呢，必有物，讲话一定有事实，好，言之有物，叫做这个物呢，讲的是所言，好，必有物。圣人呢，就知道所行呢，啊，必有恒，好，所行必有恒。这个恒呢，就是法度，好，法则。一定有一定的法则，这是圣人的家道。现在我们人的家道不是这样子。好，第二个，《易经》上面早就写好了，你看五千年前就把它写的是这样子哈。今人的家道，《易经》上都不是这样子。大街啊，大部分的人呢，都是以情啊。正理，自己再错，儿子或者家里面再错，还是自己家人，能不能？好，比较包庇，以情胜理，来以恩呢，来夺义，在正义的道理上面，自己家人不对了，好，但是还是想尽办法，这个帮他这个挽回啊，想尽办法帮他这个脱罪，好。那《易经》的上面谈到呢，这个家人卦，我们自家了，以刚，好中呢，刚重有柔，不能全刚，你太过严，太过严也不行，太过严的话，人人会人心，人人会变，变成家里面没有沟通的管道，没有人敢讲话。你过柔，下面会骑到上面来，不行。所以我们在相书上面就讲到。要有威啊，这个威和这个威怎么解释呢？和凶不一样，这个凶啊，很多人是很凶，你没有用，有的人凶人家还不怕呢，要有威啊，人家有威，为了望而生惧，他不敢好对你怎么样威，那有威的话一定要自制啊，从自己开始做好，你自己都没有要求到自己，还去要求儿子，好，你说儿子啊，去 KTV 不好的，那天晚上我在 KTV 碰到你，对不对？不然我怎么知道你去 KTV？ 不，好，这扯不清楚了。所以说一定要律己啊，你要律己才能有威嘛。啊，一定要律己才能有威，这是自家。占卜的时候，诸位看，家人卦的时候，我们卜到一个人呢，张弓，一个人一条带腰带官带嘛，在水旁边，哦。古云中有文书，贵人拜寿，富人稀守。好，一个人张弓呢，代表暗算。好，暗算了。好，破坏。好的意思，一个带在水边，带呢，就是这个带，带在水边是不是这样带？好。带在水边，好，是带旁边加个水，事情停滞不前，好，带好代表器官，腰带丢掉了，啊，器官，我不干。云中有文书呢，云里面文书下来，就这个喜讯是什么？突来的喜讯，好，突来喜讯。就像我们这个孙某人下场不干了，突然来喜讯去当部长了，
哦，贵人拜寿，代表说寿命，哦，接受寿命。第五个最难解的叫妇人洗手。妇人洗手呢，代表在烽火家人代表家和，易经在讲家人卦的时候，特别强调妇人呐、啊，妇人呐、啊、要必须要正，真正的、啊。所以有时候在家里面，爸爸唱黑脸，太太唱白脸，好、哦、比较正比较好，还有个黑一个白比较好，好、哦。那你说，你看我那天看到你在 KTV 对不对？儿子说谁说的？我妈妈带我去的，然后就没有办法去管了嘛。所以妇人在这里除了有家和之外，最难懂的是在后面哈，叫七头。七头，如果你补到这个卦，李先生，我现在这个本人不当官，我辞职了，回到家里面，哎，上面派命我到别的地方去，一补到这个卦，先生，请问你，你太太赞不赞成你去？我太太是坚决反对，你不要去，听老婆的话。好，七头。好，最难懂的是这个，要得到妈妈和女人家里面女人的同意。哦，女人旁边看得比较准。所以这个卦就告诉你，千万不要一意孤行。遇到事情的时候，是这个事情停在那里面不走，是有人在那边暗害，所以让事情停滞不前。好。那有突然的讯息是很好的讯息，那要由太太、你老妈、好、哦、女人家同意你去，好、哦，不要一意孤行，要征求他们的意见，要听他们的意见。如果他们说可以，你就去接；不可以，你不要去。好、哦，易经这个卦就是把女人写的帮助很大。好、哦，长女呢？啊，这个要大声一点。好，不然我前面呢头皮都发麻。我跟你讲，我讲那个什么部长、院长的，我都不会发麻的，我很爽、啊。讲到这个女人，易经讲女人啊、哦，我就很紧张。好、哦，长女呢，居二女位，大女儿住在二女儿的位置，好好的长女位置不出去，住到二女儿的位置。第一个，如果这个女孩子是当官、当老师的，就是在公家单位做事的，官运不前，啊、哦，当官不会顺利。第二个。如果是考公家单位，我当然我去考试，考普考、高考啊，科甲顺畅，高中，好、哦，云中燕传书嘛，好、哦，科甲高中。第三个，大女儿住到二女儿的位置，婚姻有什么？婚姻有问题，婚姻要延后五年。你看她流年，如果24岁红鸾心动，就得要29岁，好、哦、delay 下去。好、哦，如果她是14到23岁，中间有23岁。中间有红鸾星，结果呢？他一算小限红鸾星，或者天喜星刚好逢到22岁，小限和大小二限逢到住贵人啊。结果他住在家人挂上去，你就要加五，变成什么？27。家人合禄，好，如果是补家，好，这个家人很合禄。啊，有人来补这个烽火家人的时候，叫做女孩子住在这个里面，代表她跟大女儿跟家里面处得非常的合禄。啊、哦，补得非常合路。那第五个呢？唯一还有缺点就是妇人病比较多，妇女病啊多。啊、哦，家人卦，为什么？带嘛，带在水边嘛，怎么那么多水出来带？好、哦，我讲这个看黑板了，都不敢看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可是易经是这个意思嘛？火泽魁，好，魁卦，魁卦呢即家人卦。为什么说老师这个家人卦很好啊？家里面合禄啊，家庭合禄就 game over 了，天地就停止了。这个魁卦是讲家道如果穷落，家道穷落的时候哈。一定会乖违，哦，哦，离散，乖违啊，我故意用这个字，回散，
哦，家里面的人都分开来了，家道中落下去，所以很多人他就犯法或做什么，或者跟家人都不来往了，他到他一个人跑出来的，都是家道衰落下去。哦，那这个魁的意思，如果你家户口家家里面很和睦，就不会进入魁卦，就一直在家人卦上面。那你如果没落下去，家道好的没问题，没落下这个魁就讲没落，好，没落的话就会造成家里面的怪尾，好，大家都各奔东西，劳燕分飞，一个家自己破碎掉，因为家道中落下去，一定会有怪尾的现象。好，反过来你看人家怪尾，就知道他家道落下去，了解我意思吧？你把他手一拿起来一看，乾宫坎宫都平了，家道就中落下去。好，这个卦呢，火在上面，泽在下面。好，火在泽上面。这个火性是往上的，泽性是润下的，这两个是性完全相反的，不会融合在一起。自然界是这个相，他就把它变成魁，完全是背道而驰，好，相反的。后面我们会介绍用魁之道，